换个牌子，假牌子，这都不承担。可是问题呢，咱们现在不少人刚买了车，还没有把手续办全的时候，保险公司就先找你了。保险啊，我马上给你办下来，我们还帮你办别的呢。你稀里糊涂就办了。可是有不少车呢，你这整套手续拿下来，和你买车这个中间会间隔段时间。你看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朋友买了台工程车，就是能干工程的，像什么起重这类的车。这个牌照下来呢，和他买车时间差一个月。他这个车刚买了，保险公司就上门了啊，你保我这吧，他就稀里糊涂交了保费了。可是在离这个牌照下了有三天的时候，他这车被撞了。很多时候在没有上正式车牌的时候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最后人民法院呢很快做出判决，由这个龚氏兄弟承担这个死者的各项赔偿金27万元。龚氏兄弟出事以后认为自己买了足额的保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限额高达50万元，这27万元的赔偿，保险公司应该赔付。找保险公司赔，办公室那我们不能赔，为啥呢？你这现在还没牌照呢，你不差三天吗？这期间没牌照，我们保险法不能赔。可是没牌照是不赔呀，可凭什么你前面收人保险费呀？但是我们这个车跟他买保险的时候，就是只有这个车牌照嘛，啊，就是这个大年号嘛，发动机号嘛，那我们始终跟他产生了这个合同关系。既然你知道说他有道理，他或者说他是对的，那当初他就不应该卖给我。就是明知道他没牌报，那段时间你把人保险费给收了，你说这不揣着明白装糊涂吗？照理说应该什么，收你保费应该是你牌照整个下来，手续全了以后，从那时段开始计算收你这个保险费。可是他提前收你的，先把这活弄来，等你在这期间出事了，他又撒手不管了。你最后如果不受损失，你都不可能细看这个合同。一细看这合同，你发现里头圈套实在是太多了。投保容易理赔难，免责条款引不满，按责理赔分歧多呀，无照不保很恼火，高保低赔尚待解，无奈合同陷阱多。去年2011年9月份的时候，咱们保监会出台了一个关于车辆保险管理这方面的通知，里边呢针对就是目前车辆保险过程当中几个突出的问题，哎，做了规定，向全社会征集意见。但现在这个意见呢，还没有能够完全落实。那么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我说的区区的这个车辆险里边，车辆保险里头，你看像人寿保险、什么大病保险这些都在内。我曾经仔细的看过，寿险方面的，就关你这个身体状况、疾病保险，你要不死，你很难拿到那个最高保险额度。你要不残废，你想从他那拿点保险非常困难。你像有的人说眼睛有点毛病，说这个眼睛有毛病，你去赔赔不着。说他讲究这个残疾是什么呢？你说这眼睛失明，还得这一侧手还得不行，这才能拿着。哪怕你这边这手哆嗦，这眼睛失明不行，不是一边都不行。当然这是很极端个例子，就是他在之前呢设置各种障碍和圈套绕到你。跟你说句最简单最通俗的话，商业险哪家公司来凑合挣钱的？哪家公司来挣钱的？不用说，我们这是就是为了保您的，不可能不用说有大无畏的话。不少保险公司采取了错赔、息赔、少赔、不赔等办法，严重的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下一步保监会也正在研究，准备要这个建立这个全国统一的消费者投诉的热线，统一各个公司在车险理赔过程中的规范理赔的流程。那么这一次呢，很多这个上了车全险的人在理赔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件事情，就发现保险公司对修车行业这种影响以及里头的猫腻。咱们以前很多这个开车的朋友都知道，说是修这个车要坏了要修换件啥的，哎呀 4S 店太黑了，那价太高了，是他开店人吃马喂的费用高，他不在你这上赚回怎么办？说你要上一般的这个修理厂还不得还担心他给你换不好的件。可是有人发现到 4S 店他也不给你好的件，甚至有很多 4S 店黑的给你换一些假冒伪劣的。说这个是怎么说，光 4S 店黑心吗？还不是跟保险行业有关。因为我们知道你这车一出现损坏了，首先干嘛呢？投保的保险公司给定损呢，完了保险公司指定你到哪些修配厂去吗？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其实在一定程度就控制了修理行业。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多数车都上了保险了，都有保险公司指定修理厂。如果修理厂无论是 4S 店还修配厂跟保险公司
不搞好关系的话，你接不着活，或者没有稳定的订单。那么保险公司呢，给你定损的时候呢，他是希望定的越低越好，越低他拿的钱少啊。好多保险公司代理员就靠这个挣提成的，你把这个给我拉低多少百分点，我给你返回多少，靠这个呢。保险公司在每一个赔付的个案上面，如果他定损的金额偏高或者相对较高的话，那么就直接会导致他的赔付支出加大，那么他的收入就会下降。也就是说，他这个赔付率指标的考核已经与他每一个月的收入都直接相关联性了。所以他拼命压低，比方你这车坏了到店里修呢，得10000多块钱，保险公司就给你定8000，修理厂说8000下不来，下不来我到别的修理厂去，那行能下来，把这活接下来了。你琢磨琢磨，他接下来以后他能给你用好的价换吗？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保险公司定损有一个单子，上面就是全国这些汽车零配件的价格，而这个价格是双轨制的，有俩价，它分正厂价副厂价。比方说你摆了宝马奔驰，正厂价呢是人家原来这厂子就生产宝马生产奔驰厂的生产的配件，这个价格相对比较贵。副厂价是什么呢？未经宝马奔驰授权的厂子生产出来，也没有宝马奔驰的标志，这副厂价往往价便宜。另外再有第三类，就假冒伪劣的。因为在定损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遇到一些维权意识比较强，第二个呢，对汽车比较了解、比较专业的客户，那么遇到这种客户，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就会使用正常价。进行定损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能够压低价格的尽量就压低，而且的话，现在就是说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在定损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这个副厂价，那个价格，然后进行定损。那么你10000多块钱的修理费，他非保险公司定8000。修理厂他也得挣钱，4S 店他也得挣钱呢。保险公司压着修配厂，压着4S 店，4S 店就得想赚钱，怎么办？搁假冒伪劣的或者搁差一点的价儿，来以次充好。2009年，南京某公司一台商务车在高速公路上爆胎，导致了事故。因为这辆车在安邦保险公司投了保险限额为48万元的车损险，所以车主当即报险。保险公司受理后，为这辆车进行了定损。金额为5820元，但是我这个当事人呢，就感觉这个定损金额跟他的实际损失相差非常大，就到当地的物价局重新做了一个定损。同一起事故，镇江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结论为损失30500元，两者中间差了5.2倍还多。他所用的手段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副厂价来替代正常的配件价格。所以你通过这个事儿，这个链条仔细一调查，你发现这里头沉渣泛起，这些猫腻你都能查出来。可问题，我们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查出来，最后怎么样呢？那不过就是修个车吗？咱们有些有能耐的朋友说，我有那功夫，我多挣钱，我这损失早回来了。这是大多数人心态，就没那个精力跟他去打着官司去磨叽去。有时候明知道我要告到法院，我也能告赢。咱们法院对这种欺诈现象呢，一般来说是支持消费者的。可是你到法院打官司，哎呦，这个东西啊，那就费时费力了。完了，最后你得到的赔偿也没那么高。其实我倒建议现在法律对这种带有恶意欺诈消费者的，要采用巨额罚款的方式，一向罚老实的。可是我们现在法律并没有这样的条款。